人呢、欸？丽婷说三分钟，睡啦！哎、欸，有丽婷真的是上分随便上、欸，哎，好舒服哦，哦，真好舒服哦，我好爱丽婷哦。之前跟月哥打，我也没吹成这样，因为月哥有时候会给我选什么夏洛特打野的。Damn！ 有要去混浴吗？好了啦，满脑子都想那些黄色的东西，大家都是成熟的大人了，人不好色好什么 ？How are you？OK， 又是白夜。Oh yeah, baby， 完啦、啊，这怎么打？哎、欸，我是真的完蛋了，我没开玩笑、哦，我这把真的要零杠几开局了，真的。选蓝朵根本就是来搞我的，要怎么玩？没看过玩星葵，哈，看一把你就会发现你离我的距离是非常的接近的，啊哈。超痛的，真的吗？幸运女神在我这边，步伐。OK， 我要回家，请求集合，我方凯撒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感觉，我先把冷却鞋做出来，再切雾防鞋。哦，不然我真的要痛死了。你带呢？哦，那个蓝，我跟你讲，现在这版佛伦超能打蓝朵，更被他白痴在耍。因为蓝朵可以把我的花吃掉，那个是多很严重的事情，你们知道吗？非常的严重，那个基本上就是直接叫我哎，高白北七，狠狠的把他甩到旁边去。对。哇，很高个离奇了。在草丛里等着的不一定是壮汉，也许很可爱。哇靠，妈妈咪呀！啊 ！Come on, man！ 拜拜。赢够高也会被吃，真的假的？赢够的高会被吃哦。那个算飞行物吗？那个跟宽啊，不可能吧？因为那种是从本体伸出去的东西，应该不算吧？赢够那个算哦。那这我还真没想到，因为这样代表夸克的也要可以挡。老实说是这样啊，这么奇妙、啊，哼，整个就啾啾的奇妙冒险呢。星葵的爪也会被吃，哎，那很严重哎、欸。那星葵要怎么打那个蓝朵啊？啊，看哦，被秒了啦！好像被秒掉了。看瞎了，我直接被秒杀哎、欸、！How to play？ 我死一死啊！不玩了。凯撒波也能吃，那个合理啊，那个算飞行物啊。等他 steady 哎、欸，他给我两下，我直接飞、欸。射个几下，我直接射的。哎呦，很强哎、欸！哇 ，biao 赢了，是你的局了。靠，葵子，是你妈葵。好了啦，站在塔下，去哪里回家？去那里哦、喔。算了，放开嘛。我跟你讲，跟丽婷玩最爽的就是我这一条路啊，我就算被注也没差，他会贯穿另一条路。这个差很多哎、欸，他能贯穿另一条路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
但是把重点不在我，所以我要出先出坦装了，对吧、啊？就上下交换啊，起码有一个合理的交换，连交换都没有要玩什么。有点卡卡的，感觉没玩好。我觉得银咒的勾很奇怪，那个应该不算飞行物才对。那个算头，我知道。太神啦，等。丢。啊！快跑快跑！闪电侠一技也可以挡。好了啦，你上次被三个人住，另一边三打二还能输，你都挂五次了还被嘴。哎、欸，你我跟你讲，你被住呢死掉，那虽然说不是欠嘴，但是要死是才是最应该最正常的。你死了，其实确实是你没有玩好，但我必须跟你说。这个没有经过专业的坐牢训练，死很多次是正常的。我自己没有用心玩，也是会死很多次。隐形的踹可以挡吗？古啸龙吟可以挡吧？那个 Q， 哇，你的 Q， 拜托你不要再打玩隐形了。熊猫大屁股算不算飞行物？那不算吧。怎么那么强啊！我靠！哎、欸，啊！真的，我怎么那么强啊？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波我这么强。我靠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快跑快跑！我要没收他的野区啊！怎么敢死的、啊？怎么这么滑呀？这就是对面版本的我吗？跟玉祥同队就没这么滑，有点强哎，真的是有点强。嗯、欸，啊，手机掉下去了。Damn， 20%，我输出还比迪亚克高，这就是有力挺的我啊！力挺，有你，我的生命才完整。I love you, bro。为什么有时候会被吃普攻？那个算是你自己按太快，方向键拉到有机会断掉你自己的普攻。或是你戳快到的时候，你二技按太快，就变成你戳的途中按了二技，你会停在对方的正前方，然后开了二技，就很悲剧。这个角色我就慢慢滑，来个至尊吐司庆祝一下。你看，出来了。右边第三个好正，这个吗？这个我昨天才亲过他，哎，不方便再亲他一次了。我们试一下处理。啥是永恒？前几天就永恒过了，你想怎样啊？看到我的文了吗？不要假装很在意好不好？连我这次已经永恒了，你都不知道，我发过文了哦。